掉的面包虫。我里面有小的欸，幼虫欸，不过欸，
样子。边是哪里？你们应该知道啊，很久没有来了。巧遇一个钓手竿的大哥，应该蛮有经验的。不过最近的乌鱼还蛮小的啦。今天是要钓黑蛤啊，可是哦，下了雨之后，那个黑蛤突然不赢，也没办法啊。后来就一堆痘痘的讯号，钓组也不太适合钓痘痘，打不到啦。我底部有大乌鱼，大一点的乌鱼可以试试看。好啦，今天就到此结束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